姐，想什么呢？嗯，没想什么。哎，我刚刚路过世行路工坊，他们现在在招人，给的月薪可高了。只可惜，他们只招女工。你想干嘛？就算招男的，你也不能去。顾夏荷，你给我好好读书。学费的事情，姐会帮你攒够的。哎，姐。 那你是不是想要去试试啊？嗯，我想进的是郎里春。郎里春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给的月银更高吗？不是啊，我总觉得这个郎家有我想要找的秘密。秘密？所以我一定要进郎里春。 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两个进去的人是谁啊？哦，那两个人啊，一个是工房的监工尚师傅，一个呀是郎府的管家全叔。全叔，嗨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找我来了吧？哎，姑娘，别走啊！ 你要去哪儿，我送你。啊，用不着你送。嘿，没礼貌，心情不好。全叔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胖子从外地来了两个朋友过生日，点名要咱们郎里春的胭脂膏，我这不带他来选两件吗？ 好好的带回去给他朋友显摆显摆。真是有趣啊！堂堂诗行路的大公子，怎么会跑到我们郎里春来买东西啊？那是因为咱们郎里春的好啊。少爷，我正好有事找您呢。说。刚刚诗行路的员工又跑到我们这儿来招工了。 不过，我刚把他们赶走了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一次比一次过分，就差到店里来抢人了。女工都已经少了一大半了。我爹太不懂事儿了，真给我丢脸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回去就跟我爹说。哎，算了，你也做不了你爹的主。来去自由，想走就让他们走吧。可是再这样下去，郎立春的墙角就要被人挖空了。 挖空了可以再招嘛？怎么着？我们郎里春的牌子比诗行路矮一截啊！胖子，你爹要是乐意，让他把全昆阳城的闲人全都招过去才好呢。你别冲我使劲啊，跟我没关系。少爷，那您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呢？顺其自然嘛，他要是不嫌撑的话，让他招。 行了，全叔，赶快带他去挑两样东西。记住，捡贵的挑，什么贵挑什么，一分钱都不能便宜。哎，好嘞。赶紧的吧。那什么，能让他陪我挑吗？我知道。上个月的账本我也看过了。 店里零星销售数字持平，分店的各样收账都在下滑，各种产品之中，除了朗家祖传的鹅蛋粉还算可以，桂花头油、胭脂、纯汁，这些单品售卖成绩都不佳。照这样下去，朗家在昆阳胭脂的第一块招牌，很快就要被人取代了。还有啊。 工坊那边的产量每一个月都在下降，南阳的那几份订单离交货的日子也不远了。你到底是怎么安排生产计划的？我还听说啊，工坊熟手女工流失严重，这些事情你到底有没有过问过呀？你是想让祖上传下来的郎里春招牌毁在你的手里吗？哎呀，爹，我早就跟您说过，我就不是经营工坊的料，您非要赶一下。你不是这块料。
郎家剩下谁是这块料啊？送你刘洋，送你专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。郎家对你寄予多大的厚望啊？你难道就是这样回报郎家的吗？天天就知道混在女孩子堆里，对生意是一点都不上心。我看你是越来越不成器了。爹，您别生气啊。 这个气大伤身嘛。我已经开始招人了，而且啊，我发现了几个非常不错的，我很有信心把他们培养成我们郎里春未来的顶梁柱。不过，我还是不满足。还有这个招人的事儿，我会继续下去的。优胜劣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，还有这个诗行路挖人的事情，他们想挖就让他们去挖呗。南阳的订单我们已经做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沿着行业的淡季。 再有活，怎么也得是明年开春的时候了。所以他们现在挖人，肯定也是白养着，亏本的是他们。哎，对了，爹，那个还有成人礼不是刚结束吗？这后面啊，肯定是个成交的下滑期。不过后面的慈善晚宴倒是又需要胭脂水粉的时候。爹，您现在明白你儿子每天跟这些女人混在一起的苦衷了吧？ 还有您说的这个郎里春招牌的事儿，我呀不就是想搞点创新吗？那您说老祖宗留下来的那点东西，他早晚不还是得用完吗？是吧？你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最近啊，我也时常在琢磨，想把祖上传下来的鸿雁胭脂发扬光大。爹。 您能别老提那老三样吗？你可别小瞧这老三样啊！当初那可是皇家御用的名品，只是制作工艺繁琐，从选取材料到制作流程，只能选用未嫁少女来完成，所以制作工艺确实是非常繁复。爹，你说未嫁少女是吧？啊。 我觉得这个行，爹，咱们就上这个产品，这样，明天我回到工坊，我再继续招工，好吧？未嫁少女这个好，爹还是您厉害，姜还是老的辣，不是白说的。未嫁少女，靠谱。<笑>我说凡真，你这都找了一上午了，到底有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海棠姑娘？你会不会弄错了？ 不是所有姑娘都会报名学做胭脂的，她就像是为胭脂而生的。郎里春要是没有她，一定少了很多生机。你知道准备什么？海棠姐，海棠姐，好久，咱们这么多人都越搞越紧张。海棠姐，压力更大了。你是樊真啊？我是陆樊真，成人礼上你帮过我。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。 我龙墨画还没开始欺负人呢，怎么轮得上你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刚刚谢谢你帮我解围，我叫樊真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上次想谢你呢，但是找不到你人。你谢什么呀？我那个就是举手之劳而已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也来报名的？嗯，我已经排在前面了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啊，我不去了，我就在这儿排着就行了。那我跟你一起。 樊真，这做女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不怕吃苦的，我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成年了，能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了。你真想好了？嗯。哎，你叫什么？ 好，下一位，赵志银子。好，下一位，你叫什么？陈叔，哎，你去帮忙吧。是的，少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在哪里？
这位姑娘看起来好面熟啊，说不定是他就选将就是。姑娘，里面说话可好？哎，没事儿，我去去就来。再说了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郎家少爷也不能为难一个小姑娘，是吧？ 变得挺快啊！那天还信誓旦旦的拒绝我，今天就答应我了，记得还挺清楚的。我现在通知你，第二件事情，我答应了。真的呀？嗯。抱歉，我不答应了。你说话不算数。 不过也没关系，我自己参加考试，通过考核就行了。可以啊，我来考。又来，你又想来上次那种无聊的试题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我没空陪你玩了。想不想进郎立春啊？想。那参不参加我的考核呢？ 参加，给你一分钟，证明你的实力。我眼力好，再难分辨的花朵我都能分辨出来。第几？我嗅觉也特别灵敏，我可以快速的区分十几种花香。幼稚。反正胭脂方面的知识，你随便问吧，我都能答出来。你还有30秒。 郎少爷，你知道这香粉应该怎么用吗？哼，当然是往脸上用啊。错。难不成还洗澡用啊？ 报名了吗？报了。只是……只是什么呀？报名的人数不少，不知道会不会被录取。你不用担心，你只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到郎里春的目的就行了。心想明白。进入工坊以后，给我。 好好的监视一下工坊里所有的动静。我听说郎家最近有一大笔的订单要出。
该怎么做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嗯，那我父亲亏空诗行路财物的事，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我会考虑的。你怎么老跟着我啊？我不是答应你要去工房了吗？送送你。送我？不是献殷勤，我可消受不起。哎，我献什么殷勤啊？你以为真的是我呀？要不是你上次救了我爹，我爹非让我拿点东西去你们家登门道谢呢。那，你爹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你就算了，因为我看见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好事要发生。我求求你快点走吧，行不行？别老跟着我了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人挺逗的啊，你把那天小偷的账全算到我头上，你觉得你讲理吗？也对啊，因为跟你讲道理你也听不懂啊。好啊，那你走你的，我跟我的。这怎么能行呢？我一个大姑娘家的，我还没有嫁人呢，你跟着我，那别人看了怎么想啊？那说不定跟着跟着就嫁了呢。嗯，厚脸皮。海棠，海棠，哦，海棠回来了。大娘，我回来了，又出来买菜了。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？到我家去吃吧。哎，不用了，大娘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海棠。大姐，鱼好新鲜啊。拿好。拿上。大娘，今天卖的怎么样啊？不好，卖不出去呀。对了，我娘说了，让我买点这个菜回家的，你都给我包起来吧。好。谢谢姑娘，赶紧回家吧，大娘。哎，走了啊。海棠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大爷，你又给他钱了。哎呀，你这丫头心真好。大爷，这些菜您拿回家去吃吧，我们家有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你，拜拜。哎，哎，姑娘，姑娘，稍等一下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海棠的姑娘住在这儿？她会化妆，长得还挺漂亮的。啊，哎，等会儿，那个，你们找她干什么？我们有事想请她帮忙，想让她教我们化妆。化妆？那个，我们不认识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，是吧？不认识。明明有人说她住在明罗巷，我们才慕名而来的。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哎呀，要真的是大化妆师的话，怎么可能会住在这么破的地方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她不会。咦。你刚才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没什么意思啊，不是，你看看他们，一个个穿的花枝招展的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，而且你看见他们没有？瞧不起你，哎，顾海棠，顾海棠，你是？我是易蓉蓉，我们在承认你的时候见过，你就是给墨画化妆的那个吧？对，姐。夏荷，是你啊。夏荷，你们认识啊？姐，这人说咱娘是小偷。哎，娘，看看这边的布。刚才我和娘去买米的时候，娘走丢了。我找着娘的时候，她抓着娘的手，说咱娘是小偷。我选的彩线，转眼却到了您的手里。看你穿的还算周正，没想到做出这种偷偷摸摸、不要脸的事情。姑娘，我没偷，我只是看看。她手里抓着东西又拿不出钱来，你就是小偷。我没偷，大家看看啊！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小何，他说我偷东西，你认识他？那正好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他偷东西，
偷东西？我娘怎么可能偷东西啊？不可能，她手里拽着彩线，这不是偷，这是什么？我觉得这肯定是误会，我替我娘向你说对不起了啊。走吧，娘。你就是小偷，自己出来偷不要紧，还带着儿子出来偷。怎么教的孩子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不是小偷。人赃俱在，你还敢抵赖？怎么教的？夏荷，你是不是拿别人家东西了？啊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拿别人家东西了？你怎么能拿东西呢？你快还给人家！大家看看啊，他不承认，他娘都承认了。快还给人家！对不起啊，娘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小姐，快还给人家呀！你行，拿人家东西呢。我为了息事宁人，就赔他钱了。你们看见了，钱都给我了，你就是小偷。这人真的是啊，这么小就当小偷，你还抵赖？哎，你娘，咱们走。就是小偷。关键是，那会儿娘怕的都快跪下来求他了。夏荷，那娘怎么样了？回家了。你赶紧回去陪她，快去。易小姐，事情既然是这样，我们也百口莫辩。不过你说多少钱？这钱我赔给你。什么赔偿？都过去了，是一场误会，是我误会你娘了。我要知道她是你家人就算了，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易小姐，话不是这样说的，一码归一码。如果我娘真的偷了你东西，这钱我一定赔。不用赔偿，海棠，我想和你交个朋友，还想聘请你成为我的造型师。当然，我会给你工资，而这份钱，足以改变你现在的生活。住在这个破地方，没什么意思。易小姐，我觉得交朋友需要讲求缘分，但是咱们并不投缘。再说了，我觉得我住这挺好的。生活也挺好的，并不需要改变。住在这儿的人最希望的就是离开这里吧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换一种方法，换一种思维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从小就是死脑筋。姑娘，你太骄傲了。海棠，老少爷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我家那么小，就不留你做客了。不送。你看你这么冷漠，我拎这么多东西，好歹让我进去坐一会儿啊。海棠，海棠，娘，来客人了。啊，这位是伯母吧？我叫朗月轩，海棠的朋友。月轩，朋友啊，正好，我们正准备吃饭呢。哎，吃了饭再走吧。太好了，正好饿了，走走。啊，来，娘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他有急事儿。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看你娘多好客。哎呀，来，坐。好好好。夏荷，把这个菜给那个乞丐奶奶送过去。哎，好。你看你弟弟眉清目秀的，一看就是个好孩子。好什么好啊，皮实得很，以后啊你得多教教他。好，以后我多教教他。哎呦，这天也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吧，要不然你娘该担心了。对啊，你娘不是让你回家吃饭吗？哎，快回去吧。瞧我这记性，我这烧着水呢。海棠，你送送他啊。啊，放心吧，娘，我就不送了。怎么？哎，你娘？我娘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爹就失踪了。我娘因此受到刺激，所以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迷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这么多这个干嘛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了。哎，海棠，海棠，
又干嘛？我是想提醒你，明天工坊第一天上班，别迟到了。我从来不迟到。工坊按年代历史排放，自明崇祯年间至今，郎里春生产胭脂香粉已有300年的历史，历年御用进贡。莫说是昆阳，乃至全中华，也非郎里春莫属。我们也把这些精美的物件带入寻常百姓家，奢华、质朴，让每一个人皆可一亲芳泽。在你们为这些精美的盒子感叹的时候，千万别忘了。盒子里的内容才是精品。我们就说这个红艳胭脂是郎里春祖传下来的，它的包装设计纯雅而高贵，正说明了它的品质自然纯粹，不染尘俗。也正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极其考究，它已经停产了35年了。35年？你们有没有信心让这只红艳重回人间？有。这平时不正经的公子。只学变色啊！怎么这样啊？就是啊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现在可以问我。玉轩少爷，我觉得这朵玫瑰花的红和我脸上的红一样。如果你的红跟这朵玫瑰的红是一样的话，我想你应该是发烧了吧？我也觉得我脸热得像发烧了一样，要不你摸摸。少爷真的好帅呀，你看。
姐，上了一天工累不累啊？啊，累死了！快快快，进来！累得我头晕眼花的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啊？今天这天怎么这么红啊？肯定要下雨了。哎，姐，你今天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别动，夏荷。你今天脸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怎么黑里带红，红里带黑的？嗯，你是不是抹我胭脂了？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干嘛抹你胭脂啊？你才多大啊，就爷们儿爷们儿的？哎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是咱们家的顶梁柱，而且自古以来不都是大老爷们儿赚钱养家的吗？就你，你看你那小脸红的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还顶梁柱呢？哎，夏荷，嗯，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？告诉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今天上了一天工，回来神神叨叨的。行了，洗手去吧。神神叨叨的。今天这米饭真好看，红红的。娘，你今天是用米线水蒸的米吗？海棠，想吃红米线了，娘明天去给你买。姐。嗯。你眼神有问题啊，这明明是一碗白米饭，你的也是啊。是啊。啊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我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面看了一整天密密麻麻红色的纸，搞得我现在看什么都是红色的。我看你们全都是红色的。这么夸张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也是这么个道理。夏荷，你有没有听说过纪昌学社的故事？嗯，没有。姐给你讲讲啊，这个纪昌在学社建的时候呢，并没有摸工，而是练眼神儿。他找了一只狮子挂在门框上，每天看，每天看。过了几天之后呢，他觉得这个狮子变大了；又看了几年之后，他觉得这个狮子跟车轮一样大。最后呢，他就成了射箭的高手。你听明白没有？哦，明白。吃菜，明白。明白什么呀？一看你这样子就不明白。我跟你说，你真得读书了。你每天这么玩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姐，我哪玩了？你看，种菜的是我，养这些鸡的也是我，娘还不是我陪的。夏荷孝顺也要知书达理呀。嗯。姐给你保证，下个月领了工钱，马上送你去读书。真的？当然。太好了，快吃快吃吧。进入工房之前一定要沐浴更衣，工房内尽是奇花异草，一来预防污染花草本身的味道还有效用，二来生产出来的成品将被人们用在身上，所以卫生至关重要。我们工房内的奇花异草在筛选的过程当中，每一种都有特殊的味道，特殊的效用，所以哪怕你们指甲里的一块泥都有可能影响它的效果。各位辛苦了，经过这几日的变色训练，你们终于可以独立的择花了，那就请你们发挥出这几日所学的知识，挑选出最纯美的花瓣，拜托你们了，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这清晨带回的玫瑰。是，老少爷。都开始吧。第一次感受到制作胭脂是这么神圣。爹，你也来过这里吗？我荒废的今日，正是昨日陨身之人祈求的明日。我荒废的今日，正是昨日陨身之人祈求的明日。没有现在，就没有未来。没有现在，就没有未来。我荒废的今日，正是昨日陨身之人祈求的明日。
我王被盗今日，正是昨日隐身之人祈求的明日。在时间的大钟上，只有两个字：现在。这人谁啊？鬼鬼祟祟的，不亮眼，上外面做什么？就没有未来，没有偷干什么呢？我不是故意的，这是哪来的？学校没有男生是不是？太不要脸了！啊，叶主任，顾小姐，我们不能录取顾夏荷同学。为什么呀，叶主任？咱不是谈好了吗？我这学费都凑齐了。怎么又不能录取了呢？顾夏荷同学成绩确实不错，可是作风有问题啊。作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街头行窃，弹弓伤人，据我所知还爬墙头偷看女学生，这些都是事实吧？不，这绝对不可能的。易主任，这肯定有误会，他是我弟弟，他什么人我很清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您听我说。赔啊。哎，易主任，别叫了。叫了也没有用。这么说，易主任会做那样的决定，都是因为你的诬告。什么诬告？我可是有真凭实据的。堂堂圣约翰的教导主任，难道会空穴来风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歪曲了事实。你放心，无中生有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让它发生的。我会去解释清楚，还我弟弟一个清白。易主任是我爹爹，你说他会信你，还是会信我？你，我跟你姐弟无冤无仇，犯不着故意使绊子。只是我不习惯求人还被拒绝，我也要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。你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还起来！嘿，好久不见，黄百般别来无恙啊！哎呀，亲爱的轩，请叫我花吉利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百般我不喜欢这个名字。哎，对对对，吉利哥说的对，咱们在国外的时候都那么熟了，不客气。我喜欢这个花。我要的货都到这里了吗？全都在这儿了，货都出来好几天了，就等着你来了。哎呀，水路难走，处处关卡。吃了几天了，鱼来了吗？幸亏你今天来了，这两天天天下雨，你再不来这货都发霉了。对呀，我跟他的货一样，我都嫌他发霉了。嗯，嘿，走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搬箱都不会搬，摔坏了你们能赔吗？对不起，少爷，对不起。我觉得自从上次承认你之后，咱们老家就没太平过。您说这到底是谁？这个你不用多问，赶紧去处理订单的问题。知道了。